香港教育制度过去二十年经历多番改革，但系始终都达唔到老师同家长嘅期望。美国同中国内地推行小班教学嘅经验，或者可以为香港教育决策者带嚟一啲启示。我们原来是这么小，现在后面搞了以后呢，全部扩大了。对对对，那就是说，原来这个教室是连同这个，到这里为止。我这里改建以后，就原来三个教室变为两个教室，班额小了，班额小了，教室反而大了。叶建源，香港教育学院讲师，过去两年他致力研究小班教育，比较东南亚不同地区实施小班的成效。叶建源看到上海近年致力推行小班化，所以最近专程嚟向上海教育工作者取经。我们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个班级就像一个小家一样，所以我们每个班级的布置都有他们自己完全自己的个性，孩子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小学有五十年历史，由于校舍破旧，加上学生参加公开考试成绩不理想，入学人数一年少过一年。九十年代中期，上海市政府鉴于上海出生率下降，决定试验推行小班教学，由市区小学开始做试点，将班级人数由过去五六十人一班大幅降低至三十人以下。五年前，虹口区政府拨款二千万俾四平路小学重建，并且实行小班化，平均一班只得二十四人。经过几年试验，结果学校重新获家长肯定，入学人数回升，又多咗毕业生获重点中学取录，所以吸引到大批资深老师由其他学校来投。过去相比的话，这样小班化的学习，照顾到每个孩子的情况比较多。大班的学生呢，就是抓两头，头好的一头和差的一头抓的比较多，中间的一头呢就是带的。日月潭的四周是山，山上是茂密的树林。国内传统的教育都是很被动的，就老师讲，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灌输，是像填鸭子一样的填饱为止。那么我们现在呢，就不是这样了，就是开发同学的一种智力。有些呢，像数学课题目也好，语文也好，同学们能够自己讲的让他自己讲，能够自己思考的让他自己思考。放在水里应该是倒，就是倒掉的意思。他画的是山，山倒映在河里了，所以他画的是正确的。河当中没有分开来，就直接变成一个小岛。结果孩子就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教我们的一篇文章的开头总会是最简短的，把事情交代清楚就行了，为什么这篇文章它开头那么长？可不像以前就是根据教学大纲上的要求我来进行上课，现在倒过来就说你学生需要我老师教给你什么，你对哪些地方不明白，我就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进行来教。上海市八百所公费资助小学之中，有超过三百所，接近四成已经实行小班化。未实行小班之前，一个五十平方的班房容纳五六十名学生，平均每人占的空间不足一个平方。现在课室比原来大一半，学生每人可以占有的空间是原来的三倍。
佢将教师嗰张台放入嚟，亦即系话咧，教师办公嘅地方咧系进入咗课室，老师就唔系再喺教研室嗰度，而系喺个班房度同啲学生一齐。咁而课室亦都变成咗一个学生可以活动嘅空间。相对嚟讲，香港就系课室就系上堂嘅地方啦。咁上完堂，老师走啊，咁学生有啲时候咧，小息都要走啊。因为即系喺课室里头咧，系太过挤迫啦，咁所以冇办法去做到即系呢一啲嘢。香港近年同样面对出生率下降、出现缩班、杀校以及超额教师等问题，但系小学仲维持喺平均35人一班，咁大班同学一齐上堂。有老师承认根本冇办法照顾到每一个学生。幼稚园升上嚟小一，有啲我见到嘅例子，已经有好多系冇心机读书，写字写唔写啊，长期唔交功课啊，要逼啊，要留堂啊，甚至可能有阵时我哋要叫屋企人嚟睇住做功课。如果系大班嚟，入到去课室里面照顾学生嘅时间系唔足够。如果你而家就已经令到佢冇兴趣读书，将来我可以差唔多可以预见到系一扎会考零分嘅小朋友。啊，嗱，今次做得好咗好多，呢球上得啦，死我啦！一堂得35分钟，即使遇上学生出现行为问题，都只有留待落堂之后处理。太大班嘅同學啦，一堂嘅時間有限。如果你全堂嘅時間只係兼顧咗呢某幾個學生嘅行為問題嘅話咧，其實其他大部分嘅同學就會坐咗喺度，所以有時就會係好快咁去平息咗嗰啲行為問題，然後就要繼續去教學咯。咁其實就係唔想嗰另外一大部分嘅同學係損失得太多咯。兩年半前，何秀基小学利用加强辅导班的资源，尝试在4年级英文科实行同级分组教学，根据学生的英文程度分组上堂，程度最高的两组大约30人一班，中等程度两组25人一班，程度最低的组16人一班，实行分组小班，但可惜只能做到保底，未能够拔尖。校本的需要整体来讲，学生嗰、那個補底嗰個需要咧係多大啲，所以咧我哋嗰個資源咧變咗係全部投放喺即後邊一組啦。但如果前邊嗰啲啲優質啲嘅學生咧，我哋仍維持翻咧30人一班，咁所以咧呢個係咪造成佢嘅成績冇咁顯著進步之嘅原因之一咧，都唔排除嘅。正方形佢四條邊係相等，因為呢四舊年校方又將同級分組教學擴大到2至6年级嘅中英數三科。经过一年试验，证实人数越少那组学生的成绩进步越明显，而人数越多那两组学生进步越少。刚刚先讲过，你又犯了这个错。最明显见到的就是他不识的真的会问，以前大班不敢问的，可能大班见到有个很叻的，自己的答案没人家那么好的，一定不会再举手答的了。但在弱班大家都这么上下的了，就会好踊跃咁举手，大家自信心咧都会翻嚟。小班嚟讲咧，我真系可以叫比较多嘅同学去试咯。咁其实喺试嘅过程入边，我就会知道究竟佢明唔明我要教嘅嘢咧。Yes, very good。但喺大班嚟讲咧，其实唔得咯，因为你讲完呢一个活动之后，其实可能只系能够叫到几位同学去做，咁跟住你可能又要去教另一样嘢啦。咁所以其实以往可能有啲同学咧根本系未掌握到嘅，咁但系我亦都冇办法去知道咯。同学们好。老师您好。请坐。上海四平路小学5年前转做小班，开始的时候并非每个老师都接受。沈友将入行24年，一直教开大班，当学校转为小班教学，起初他很抗拒。原来我们上课老师在前面讲台上讲课，要求学生坐得端正，专心的听啊。学生有疑问，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发言。但小班里边不同，他有疑问他可以随随便便在座位上面可以站起来他可以提问，甚至有的学生他可以看着你老师在上面，他可以走上来和你对话。这好像显示一种，就一下子在感情上面就不能接受。他觉得很欣慰，很高兴。说的真不错。
每个小组都有讲到的一些特点。你看，结果当沈友将放低以往做老师高高在上的尊严去面对学生之后，反而令到他和学生的关系大大改善。他就看老师就像爸爸一样，这个师生关系融洽以后，势必就造成他们学习上面也就相对的互通的时间就多，学习上面有障碍的学生也就相对来说少一点。现在他学到很多，看到很多东西，他会想，小班里边要培养就是你敢想敢做敢问。再回家签字好不好？你喜欢这个学校吗？喜欢。喺香港上堂发言的机会呢，因为一堂的时间短，每一个学生如果分的话呢，分不到多少时间去讲嘢。咁事整下整下咧，我哋学生就唔愿意讲嘢，或者唔想讲嘢，或者唔识讲嘢。早喺20年前，美国已经实行小班教育，喺前总统克林顿大力鼓吹下。至今最少有20个州已经就小班化强制性立法。田纳西州在1992年强制推行小班教学，规定幼儿班至小学3年级平均每班人数不可以超过20人，小四至中一不超过25人，中二至中七不超过30人。过去8年，田纳西州州政府拨款10亿美元帮助学校推行小班化。虽然至今只有不足20%学校能够完全达到要求，但是成绩令人鼓舞。Sure, we're looking at their test scores nationally, the comparisons, how they're doing, and Tennessee has been moving up among the states. 田纳西州人口570万，适龄入学的占1/4。州政府为了进一步了解小班和大班的成效，1984年开始分3期进行长达14年、名为 STAR 的追踪研究计划，以随机方式比较来自80间学校的小班、大班和加多一名辅助老师的大班这3类学生在学习上的分别。最终他们日后再一起进入大班学习之后，那些接受过小班教学的学生会不会比来自大班的学生有优势？但是研究费用已经高达1200万美元。That's what you like when high school teachers now are getting good results like this. They're happy too. Now they're happy. Professor Achilles 是当时这项 STAR 研究计划4名主要研究员之一。他们发现来自小班的学生，无论在阅读理解、语文、数学、科学和学习方法等各方面，都比其余2组学生优胜。即使小班的学生日后转读大班，一样比其余2组学生有优势，而且这个优势还一直会持续至升读大学。Students who start in a small class go through high school much better. They don't drop out. They stay in school. They have many social benefits. They behave better, less discipline problems. But most of all, the easiest thing to see is there are much higher scores on tests and a higher percentage going to college.Jean 1986年加入 STAR 研究计划，负责调查小班学生在心理、社交以及教育上各方面和大班学生的分别，直至现在追踪研究仲做紧。The majority of teachers said they would rather have a small class than have a $2,000 a year salary increase. So small classes mean a lot to them.Lin 是中学副校长，14年前他自愿参与 STAR 的研究计划，当时他教那班幼稚园只得13个学生，虽然他只是教了短短2年，但是已经和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其中有一个幼稚园学生相隔10几年后高中毕业，仍然邀请 Lin 去参观毕业礼。I don't think that would have happened. Kindergarten teachers get remembered. It was, for me, a very rewarding experience. I looked forward every day to getting up and going in there to help those children be all they could be. Kinder Quacker sisters got to go there.
Good. 减少学生人数，老师不单止有足够时间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需要，学生的行为问题亦随之减少。I don't have many behavior problems because I am, you know, kids want attention and they want my attention. It's beneficial to me because it makes my life or my teaching, less stressful because I'm able to be there right with my kids and I feel like I know them so well. 1-to-1 work in a classroom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f I start to do something wrong and you don't correct it right now, then I'm doing it wrong for a long time. The teacher has to get there and make that correction and help me. Me, Joey, 坐低。大班嚟讲咧，其实有啲比较捣蛋嘅小朋友嘅，捣蛋嘅原因咧，可能因为老师兼顾唔到佢咯，咁佢觉得自己系被忽略咯，咁其实对佢将来个成长系好有影响嘅咯，会有啲可惜嘅感觉，因为知道有啲小朋友咧，唔系能力唔到，而系本身佢学习动机系好低，但系如果你多啲嘅了解啊，佢哋嘅家庭状况啊。佢嘅性格問題咯，家庭問題咯，如果能夠解決到嘅話，其實有好多學習問題都可以一併解決。我哋邀請胡老師同鐘老師一起睇翻我哋喺美國同上海拍攝嘅上堂片段。嗰個鏡頭係最令我感動，就係嗰個黑人細路女咧攬住嗰個老師，但香港嘅師生關係咧就好少係咁嘅。有時師生關係會處在一個對立面上面，特別是對一些差的學生。美國的老師其實即使他們分了組的，他對眼睛都會去兼顧另外一組 的同學的行為的。我們其實以往都試過這樣去分開一組一組去做，但是要同時兼顧，可能是同時之間分成四組這樣不同的活動的話，其實是比較困難咯。當你掛住去望其他組的時候，可能又兼顧不到自己眼前那一組咯。會是我覺得是個社會會有些歸屬感在這裡，當你一切的東西在這裡，即是你覺得那個課室就是一個自己家。我見到他放一些照片在這裡，家庭照啊，他真的當成自己家的。但是你香港課室就好像我們上班的地方一樣。買三公斤，你会不会的？政府预计7年后本港小学生的人数将会减少8万，教育界认为这个是推行小班教学的好时机，但是教统局就表示有心无力。如果真的香港全面推行小班的话，资源要多少钱呢？我们要36亿，现有的资源已经分配了。如果你说要拿36亿出来，你从哪一个角度去拿哪一个人呢？是不是从大学、中学、特殊学校？Very expensive, but what we say here in America, pay now, pay later. You want to pay now and help the children, so later on they become productive citizens, they have jobs, they're not in prison. $205,037,613. 絕學率顯著下跌4%到11%，反映學生對翻學的興趣提高了。Corey， 上海虹口區4坪路小學由大班教學轉為小班之後，去年畢業班有1/3的學生順利考入重點中學，成績超乎理想。為了加快學生同世界接軌，近年上海市政府甚至将以往只要求死记硬背的考试计分方法改为以能力考核方式评估学生的表现，接受小班教学的学生占尽优势。因为过去在我们的概念当中看见的只是一所学校一个班级，很少看见一个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但是我们搞小班化，我们的理念首先出现的不是班级，不是学校，而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孩子。我自己個人的睇法咧，就係小班咧無可否認咧係應該走嘅方向嚟嘅。我自己係家長，我自己都希望我如果我小朋友咧都有個機會喺一個小班嘅環境咧去學習。
但是亦都大家看得很清楚，如果你有一個老師教四十人教得不好的話，他教二十個人一樣教得不好，他教十個小朋友都是教得不好。所以第一那個重要性在哪處呢？就是要提升那個教師的質素。如果我們是說我們對下一代有 很大的期望，我們願意呢就是給下一代得到更好的成長環境的話，為什麼我們仲係要將佢擺喺三四十人嘅包括班房裏頭，然之後話俾佢知，我哋咧俾優質教育你咧。咁呢個我自己覺得唔理解。比較上海、台灣、新加坡，當我哋面向世界嘅時候咧，我哋嘅人才似乎嘅技能咧，同埋嗰個思維咧，都似乎稍遜於咧同區嘅某啲小朋友。咁如果再唔能夠喺呢一個契機裏邊推行到小班改革課程，培養一些多類型的人出來，我們相信，我相信將來的香港的前途是很大一個危機在這裡。香港只有個別學校因為看到小班教學是提升教育質素不二之門，敢於自行調度資源實行小班化，可惜資源有限，學校只能夠做到保底，未能拔尖。在内地以至围绕我们的东南亚地区已经陆续推行小班教学，而香港还在原地踏步。面对世界潮流瞬息万变，香港的学生将来能不能够赶上同人家竞争呢？